主料，土豆500克，辅料，蚝油，盐，酱油，豆瓣酱，蜂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土豆去皮洗净后浸泡，土豆切片，土豆片装篮后依次加入蜂蜜、豆瓣酱、蚝油，加入酱油，加入适量盐，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。将土豆片铺在烤盘上，放入烤箱170度20分钟后，取出刷上一层酱，再放入烤箱烤2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很简单，无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